电竞视频的家人们大家好，我是中和天下，今天带家人们来认识这株植物。这株植物名为菊芋，也叫洋姜，也称鬼子姜。它的根块呢是一味美味可口的菜肴，我们平时不管是蒸来吃、炒来吃、煮来吃、凉拌都很好吃哈，家人们。而且呢，它不光是一味美味的菜肴，而且它的根块呢同样可以入药，它是药食同源，药食两用。那么它有清热解毒啊、骨折方面的问题呢也有一定的帮助，尤其突出的呢它在这个治疗糖尿病，有糖尿病的家人们多吃这个洋姜呢，它对糖尿病呢有一定的这个帮助和效果。感谢家人们对我的支持，关注我，带你上世间起草。